大家好，这里是猫二。距上一次玩已经过了一两天了吧？真的很想赶快知道故事的真相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唉，神次元总是有一些事情要忙。那上一次我们其实玩到哪里，我有点忘记了。印象中是玛瑙他在担心他那边的后宫，简单讲就是这样。然后我们这边好像是有先遇到红玉吧，就是吃风的那一个，现在又遇到了龟凤丸。那故事就照着这样子先继续下去哦。低沉平淡的声线刺激着耳朵，我缓缓地花了很多时间挤出笑容。いいえ、何もないわ。ただあの子。焦っているようなの。白王が投獄され、それに発情期も迎え。必死であなたを探していたわよ。何が言いたい？锐利的眼神像是要把我刺穿一样。あなたを部屋でお待ちかねだと言っているだけよ。私にもそばにいてほしいとすがってきたの。白王に何か刷り込まれたか。何のことかしら。锐利的眼神深处仿佛在思索着什么似的，但从他没表情的脸上什么也读不了。早くあの子の元へ行ってやったら。我伸手指向门请他进去。龟凤丸有点迷茫，终于敲起门来。高根丸。进房间之后，玛瑙猛地扑向龟凤丸，紧紧抱住他。马上看见如此直率坦然的表现，同时在想这样不行。どこへ行っていたのですか、高根丸。とても心配しました。浮现复杂笑容的玛瑙，轻轻离开龟凤丸的胸膛，愣愣的看着眼前的雄风，被泪水填满的眼眸里带着悲伤忧愁地颤抖。案じることはない。龟凤丸只说了一句话后，温柔地摸了摸玛瑙的头，但之后他像安心一样的展现了微笑。では先ほどの話のように、高根丸の相手をしてあげてはどう？それは。玛瑙面红耳赤，龟凤丸刹那间像想说一样，想说什么一样揪起了嘴，却又什么都没说的再次闭上嘴。ねえ、高根丸、この子ね。女王となればあなたと白王を夫としたいようよ。それにもう発情期を迎え苦しいんですって。かぐや！大丈夫よ。そんなに恥ずかしがらなくとも、王女は皆こうして成長していくのだから。何を企んでいる、かぐや。あら、人聞きの悪い。私はこうしてあなたたちに協力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に。我努力保持微笑的直视着桂凤丸。この子もそろそろ知った方がいいわ。それともずっとこのまま過保護に育て続け、何もできぬ無能な女王にするつもり？玛瑙轻轻抓起面部改色、不悦地刻意动着嘴的桂凤丸的手臂，这次语句真的是我觉得有点不通顺。私は高根丸も白王も。とても大切な存在です。どうかこれ以上の争いが起こらぬよう、私のかぐやの言うことを。他没有跟桂凤丸对上视线，玛瑙用极其微弱、快要消失般的声音喃喃自语。桂凤丸低头看着这样的他，然后瞪着我，是要探究我心底深处的视线。我也笑脸接受，将视线投向玛瑙。ベッドへ行き、服を脱ぐのよ。啪！我要表现，各位，我们来以防万一先挡着绝大部分，开始吧。感觉人连人的头都挡掉，似乎不太好。这样好了，完了。
结果玛瑙还是觉得全身赤裸很害羞，不知怎的弄得一伤不整的他这样跨坐在贵风丸之上。何をしているの？それをあなたの中に入れないと何も始まらないのよ。这张 CG 还不错，可是大家看得出来吧？右边的灰叶在那边旁观，有点微妙。で、そこがうずくんでしょ？入れるのが怖ければ、ほらしっかりとオスのペニス。できない。お前。あ、大丈夫。ダメです。何が？そのまま入るのよ。大丈夫。その。まだだ。いや。不痛的啊，玛瑙，不痛。那样的事，这样的程度，直风不可以因为这样就说痛的。それで終わりではないわよ。玛瑙马上就要沉溺于愉悦之中，像我一样逃避到愉悦之中也是有可能的吧？这样子想，便觉得游泳子宫这件事，不知怎的变得非常的虚无。我慢慢的都走出了房间。这一段，我觉得以灰叶的视角来说，还是有点难过。灰叶的。就是灰叶的，就是姓氏部分，灰叶一直都很，就是一直都在被强迫性的在做这种事，可是玛瑙却可以遇到很温柔的雄风，我觉得好伤心哦，这个也非常的难受。啊哦，我应该先把图贴下来的，就是我觉得好难过、哦。まだいたのか。哇塞，哈哈哈！哥，你是不是有点快？你是不是第一次？我还没回答，愣愣看着龟峰丸的样子。これで気が済んだか。どうせ白王から何かを聞き、これ以降の作戦があってのことだろう。我听说你是叛徒。裏切り者だと聞いたわ。不好意思，我太急了，因为我很想知道后面的剧情。どのような裏切りだ？裏切り者に話す必要はない。しかし、今白王が牢にいるのは、あいつにとっては命拾いしたも同然。俺の邪魔をしたのでは、あいつを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くなる。あなたがわからない。他人のことがわかる者などおらん。後のことは好きにしろ。俺は俺で本来の目的を果たすのみ。ええ、では好きにさせてもらうわ。うつろ。好可爱啊！喊完虚的名字之后，刹那间出现了几百纸虫，覆盖了龟峰丸的身体。强悍的身躯在虫群之中发狂，计划成功了。令龟峰丸和玛瑙交合，还是如此要虚行动，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現行犯逮捕よ、高根丸。まだ女王となっていないメスと合合した罪で、白王と同じく地下牢にぶち込みます。哇塞，好会哦！可是为什么要把他们关起来？应该就是抢女王地位必须的步骤吧？何を？而且虚名就很强，为什么前面让我活活被打死？真是，龟峰丸的反抗越来越弱，就像被这树木惊人的虫连呼吸都夺走一样。このまま力を入れてきて。はい、王女様。哇，他不结巴多好。
终于见到身影的须把被虫包围住的贵妃丸带到地下地牢去，之后就是女王一世，母亲绝对没可能会败给我，而且我连跟母亲见面的勇气都没有。要把玛瑙藏在须的房间吗？不，做那样的事也没有意义的吧。怎么做都好，母亲也行，将就。只要一想起这点，背后便寒气直窜。母亲原来没打算杀我，刚才知道的，现在不是应该正常去见面吗？我不是该尽早去跟母亲见面吗？而且既然将死的话，也不需要特地去保护玛瑙吧。对不起，我还是无法与母亲为敌。盯着玛瑙的房间，谢罪的言辞在心里自语。从贵风丸处守住了玛瑙。要是看到母亲有任何异样行动，我会看到那样的情形之后，向认为正确的道路前进吧。现在不是时候，仅仅如此。之后便是等待林的伤势好转后进行手术。为了能使人听我的令，我不得不动手。这时候不知不觉移植了魔眼，然后林便深深的睡着。我叹了一口气，林已经睡了很多天，但是还是没醒来。うつろ、きちんと世話をしているの？はい、もちろんです。王女様は林さんを可愛がっておいででしたので、私も一生懸命ですね。我明白这个人是乱发脾气，但就是忍不住冲着去杀气。于是我决定，是我决定进行魔眼移植的手术。是我对林做了这么过分的事。即使是这样，在昏昏沉沉睡着了的林面前，我无法忽视那种沉重糟糕的心情。しかし、難しいのかも。何が？マガンの移植は、もし体に合わなければ、その、とても危険なことに、なるのだと。何ですって？その、聞いていないわ。移植をすれば強くなるのだと。しかし、その、確かに強くはなれますので、聞いてないのよ。なが。为什么脸红了？像是要把他打飞一样，我痛打着虚的身体，但如此高大挺拔的雄性身躯不会凭我这点力量就被打倒，这么理所当然的事让我更加烦躁。我紧紧抓住虚的衣服，死死咬住嘴唇，忍住心底不断源源不绝的悔恨。分かっているわ。本当。きちんとした予備知識も何もなく、スメラギの提案のままに移植をしてしまった。全て私に責任があるというのに。けれど、だからこそ自分が歯がゆいのよ。王女様。我无数次殴打着虚对他控诉着，可就算对他发火，什么都解决不了，不过是暴露出虚的丑态而已。我很清楚，如果林再也不醒来的话，我该怎么做才好呢？我有选项了。你存个档。以正常来说，刷虚的好感度来说，是要怪到他头上，应该是没错吧？正常来说是要怪到他头上，所以我们就怪到他头上吧。这都是你的错。林がこのまま目を覚まさなければ。全てうつろのせいだからね。なぜでございますか？要爬虚，就是要攻略他，竟然就是要彻底当个人渣，真是。そうしたいからよ。そんな。文句があるの？いえ、文句などありませんです。虚很苦恼的小声低吟了一下，然后放下，像是下了重大决心般，斩钉截铁的说没有意见。
就连这么不通情理的事，须依然对我如此忠诚，我对这样的须产生很痴心但幽艳般的情绪。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须手无足蹈不安地看着我。部屋に戻るわ。また今夜、凛の報告に来なさい。はい。轻轻抚摸着沉睡中凛的脸庞，我离开了须的屋子。然后那晚，须按照我的话向我汇报了凛的状况。汇报的内容没有任何变化。须，凛已经在苏醒不了了吗？凛が目覚めなければ、私の周りにはあなたとスメラギしかいないわね。须困扰的低下了头，但很快又抬起了脸，视线开始不安地游移。しかし今はあちらの王女様側も高根丸さん。白王さんともに投獄されているのでですね。まだこちらの方が。どうせあの子に吸い寄せられるようにまた優秀なオスが群がるに決まっているわ。そうでしょうか。今はかぐや王女様も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のでこちらを支持している方。多いです。どうしてうつろにわかるの？王女様の言いつけ通り、虫を飛ばし調査して。蛆确实很厉害，是个很厉害的虫师，却很难控制住它。正因为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蛆一直都是不善言辞的。しかし、思うのですが。あちらの王女様に交互を進め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か？从这几段看，其实看得出来，虚还是有一般人的正常的思考回路跟逻辑，他只是表达能力不太好，然后容易结巴而已。どういうこと？交互を果たせば女王蜂に近づきますよね。私は絶対に。かぐや王女様に女王様にな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あの王女様もそうですよね女王様になられるのですよね。突然犹豫不决的虚突然坦率地看着我，但是那也只是数秒之间，看着我的脸瞬间就通红，须把脸扭到了一边，这还蛮可爱的啦。什么啊，这个男人。女王だとか、そんな地位や名誉などどうだっていいわ。そんな、ダメです。王女様は女王様になるべきお方なのです。何を必死に。どうか女王様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まし。それがうつろめの、いえ、みんなの望みでございます。突然，我觉得这么拼命诉说的虚有点令人不快，我觉得很窝心啊。果然当初不应该拉这个家伙入伙，但是虚又确实帮到了我，各式各样的事情让我的脑袋混乱不堪。王女様に幸せになっ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それが。聞いてはうつろめのうつろめの幸せいえこの国のみんなの幸せ。在自顾自的兴奋中的虚面前，我内心异常的冷静。うるさいわうつろ。王女様も幸せになってくださいまし。どうか幸せに。うつろ。何か勘違いしていないかしら。私は幸せになりたくて女王となるわけではない。この国の不幸をなくすためにこの国を動かせる存在になりたかっただけよ。おお、なんと神々しい。やはり王女様は女王様になるべきお方。うつろめは
王女様をお助けいたしますです。其实可以就是一直疯狂的发出口水的声音一边说话，果然很厉害啊，声优。だからどう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まし、負けないでくださいまし。我对处于兴奋状态麻烦的绪感到了厌倦。王女様、どうか虚ろに何なりとお申し付けください。虚ろを好きにお使いくださいまし。王女様のためならば、虚ろめは何だってできますので。我很清楚他什么都能做，但正是可怕之处。有时我真的很想舍弃去，但是这个男人始终到最后都会追上来的吧？恐怕会苦苦央求我不要舍弃他，那样的话才叫人毛骨悚然。同时，这也是他的魅力之处。ならば虚ろは私の犬になりなさい。え？犬でございますか？そうよ、犬。一匹くらいは番犬が必要でしょ。ほら、この首輪をつけなさい。我把当初黄树给我佩戴的项圈递给了旭，不会太小吗？在这个男人面前，我会变得特别烦躁，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进一步加虐的想法，就像平时累积的抑郁都要发泄出来一样，这是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わかりました。露出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虚高举着拿到手的项圈。果然这个男人令人不舒服，但看到他那样子，不自觉的就笑了出来。真相之狗，不管做什么都会高兴的摇着尾巴，像是指忠实的家犬。早くつけなさい、犬。收起表情，努力保持冷静的断言道，需急切的戴上了项圈，指尖都开始跟着颤抖了起来。看着兴奋游移着手指的需，好像在愉快的游玩一样，给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つけましたであります。像是期待着什么的虚，目光炯炯的看着我。どう？犬になった気分は？最高であります。最高。ね。あなたの仲間であるリンは未だ昏睡状態なのに、あなたはそんなことは気にせず、犬になり喜んでいられるのね。そうよね。あなたは犬だもの。犬は飼い主に何かを命じてもらうだけで、とっても幸せになってしまうわよね。这个表情好像是第一次出现吧？刚才还一脸喜悦的表情，瞬间布满了愁云，没有任何秘密和敷衍的虚。实在令人生气，但又觉得很可爱。这么令人不快的男人是个可爱的地方，从内心深处嘲笑着自己。果然心底没有什么所厌恶的事情。いいよ、別に。あなたが悲しんでいたってあの子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い。あなたが画期的な薬でも開発するなら別だけれど。轻轻抓住垂在虚颈项前的项圈说。拽着锁链把虚拉紧，虚痛苦的叫出声，竟然让我承受这样的痛苦。我无意中想了起来，等我回过神时，我已经用力抓住锁链，勒紧了虚的脖颈。我明明不想回忆起记忆，却总是这样苏醒。别说消除令人困扰的记忆，根本无法从记忆中逃出去。没有能够逃出去的场所，能够逃走的未来根本就没有。好令人恼火。过去那些无止境的屈辱，回到这个城后所发生的事，所有的事都令人烦躁。つまらない。
人不防地把手移开后，虚轻微地咳嗽了几声。我冷眼望着他，慢慢解开了衣服。解开衣服啦，各位。或者什么？我发现辉夜对形式的概念应该就是，只要心里有点烦躁，他就会想逃避现实，就会选择用繁殖的方式逃避现实，这种感觉。我想到了暂时能忘掉那些痛苦的方法，没有错，就是这样子。厌恶的事情，麻烦的事情，暂时把所有的全部都忘掉。犬には服もいらないわよね。さっさと洋服を脱ぎ捨てなさい。それから犬、早く舐めるのよ。把身体抛向床，腿，虚陷入了极度兴奋状态中，激烈的呼吸不断起伏，红了眼睛是我的样子，这样真的是，私めがそんなことをしてもいいのでしょうか。他刚刚前面有，这是算什么忠犬 play 吗？我觉得他这已经不是忠犬的等级，这已经是痴汉的等级了。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他那张表情图镜的样子。继续坐着。犬なんだから、ご主人様の体を舐めて綺麗にしてちょうだい。では、では、失礼。去把衣服脱掉扔到地上之后，飞扑向床，然后紧紧抓住我。哇！我看一下，因为我很怕有漏洞百出。没有特别需要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就一样，看看有没有必要的剧情，我就念出来；没有必要的，我就高速带过。大概应该就是很悲伤的繁殖行为吧。每这游戏一开始玩到现在，除了玛瑙之外，所有的繁殖行为都超悲伤的，不知道是怎样。我怎么会学到这个游戏？对，就这样。如果在这快感中漂浮，如果一直沉溺于这种快感的逐波之中，看一下这一张 CG 的女主角的表情画的还蛮漂亮的，大家有没有看出来？就是，靠，我是不是啊？一点点应该没关系吧？是那个很淡然的感觉。好，我要不要再放一张啊？我再放一张好了。稍等我一下。好，继续。だってこの犬、私の思うようにしてくれないんだもの。もっときちんと働いてほしいわ。頑張ります。把我弄坏吧！现在真的已经什么都不要再想了。渴求那火热强劲的令人恐惧的欲望，但是那しかし王女様だから いえ
这段剧情大概是说，辉夜叫须舔我，然后他就真的只有舔，然后他好像有点不开心吧，不是很懂。对对，就是这样。他不只要这样子，可是他不命令的话，须就不知道，傻傻的这样子。可是须就觉得这样就他就很满足了，这样子。对，须不明白，这个男人不行，这个男人，这样的话黄树就可以了吗？怎么可能？もういいわ。哇，生气气了啊！女生好难搞啊、哦，这。你要说啊，就是虚的性格就是这样还蛮可爱的，给大家看看。怎么感觉下半身的部分看起来有点笨？不是下半身啊，就是肩膀的部分。突然听到我叫声的虚抬起了脸。もういいと言っているの。こんなだけではつまらないわ。あ、な。下がりなさい、下がりなさいよ。好好任性哦，辉夜，我又乱发脾气，我知道哦，你知道你还一直乱发脾气，我知道。わかりました。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お役に立てなくて。啊啊啊！好难过，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我是说乙女游戏啦，乙女游戏来说，好身材的男人，但是竟然没有腹肌，这还蛮少见的。虚缓慢的解开了项圈，无精打采垂下肩膀，穿上衣服后离开了。看着虚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又爆发出怒气来。我拿着旁边的靠垫砸向了虚。他还是穿衣服比较好看，主要是这套衣服真的是很适合他啦，很好看。何を素直に出て行ってるの？女孩子好麻烦，女孩子好麻烦啊！あ、王女様がそのあの出て行けと。私がそう言えば、あなたは自分の意思もなく、何もかも言う通りにするの？这个男人就是这点让人特别的火大。完完全全按我说的去做，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跟想法。好不容易持有本心降临在这个世界，虚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意识。では、私はどうすれば？自分で考えなさいと言っているのよ。その。不要为难一个天生就是抖 M 的人啊。我越想越烦躁，烦闷的快要爆发。为什么在这个男人面前，我总是露出丑态，总是克制不了内心？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做这些很丢脸的事，只要沉默地让离他远远的就够了。就像以前那样看待任何事，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就够了。我不会成为中心人物，我也成为不了。明明应该是这样的。对吧？あの。門番の仕事にも そろそろ行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し。門番ですって。我觉得到这个部分来说，某种程度上，可能辉夜已经有点在意他，才会这么容易一直烦躁吧？想要他有自己的想法，想要他自己说出来自己的感情之类的。有可能是注意到我更加生气，虚一下紧绷的神经。你们是已经在交往了，然后搞不懂对方心情，然后又不肯好好沟通的情侣吗？ならばさっさと行きなさい。私よりも門番を優先するというならね。情侣吵架，终于有一对是 CP 的了啊！还是因为其他角色还没玩到更深入，可能深入一点之后 CP 感会比较重吧。いえ、そういうわけでは。好可爱。出て行けと言っているのよ。あなたとはもう同じ空気も吸いたくない。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我怒吼完，虚连滚带爬的消失在门外，屋子一下清静许多，烦躁，非常的烦躁。为什么内心那么的烦躁？
不能这样，我要冷静下来。不冷静的话，这根本就不是我。在旭面前，我总是心烦意乱的。我讨厌这种任性妄为的自己。我强迫自己把睡着的脸埋到被子里。长期受辱的日子里，我的身体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为什么我要对旭那么的苛刻烦躁呢？他并不是个阴险的男人，他不仅对我忠诚，而且也是个不会说谎的老实男人，对林也是细心照顾，没有败点怠惰，明明就是无可挑剔。读的第一吧。我小声嘟囔道，然后勉强闭上眼睛。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毫无睡意的在床上来回翻身。在寂静无声的房间里，突然响起了开门声。我静静地从被子里抬起头望向门口，我凝视着门口的暗处，隐约看见有一个黑影在慢慢地靠近这里。誰？询问声音融于黑暗之中，那个黑影什么回应都没有。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准备要起身，我准备要先存个档。这是，难道怎么了？这简直，直奔向床的黑影死死的勒住我的脖子。你们的门卫是不是也太不门卫了一点？等一下，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令我束手无策的凝视眼前的黑影。是玛娜。殺される。身边的两个人被夺走，他可能已经到极限了。どうして？我刚问完为什么，就觉得这种事还用得着问吗？或者这早就是命中注定的事？我们互相争夺着女王的位置，就不得不自相残杀。这原本就是命中注定的，再加上白鸥和龟峰丸的事，玛瑙肯定憎恨着我。鉴于种种事情，根本没有必要问杀我的理由。这时候该来的来了而已。死，殺死！脖子被勒得难受的已经无法呼吸了，我想到逃走，拼命的挣扎着。要睁开玛瑙的手，我扭动的身体急得手忙脚乱，我拼命的挣扎着，玛瑙的身体也剧烈的摇晃着，但是骑在我身上的玛瑙仿佛是别人似的露出可怕的表情，扭曲着表情死死的勒紧我的脖子。被鬼缠身了吗？如同鬼魅般的神态盯着我，我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殺されてしまう。殺され。出て行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出て行け。何？我来猜测一下，猜玛瑙是不是被什么东西附身啦？这种眼神，还有这些对话。我猜应该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この城から要被杀了，在这之前滚出去。在女王诞生应该，对，我觉得辉夜可能要被杀掉了。他在说什么？精神错乱了吗？不会是到了发情期行为举止都变得奇怪了吗？
玛瑙哪里变得很奇怪，我正要叫醒他，叫他赶紧醒过来之时，我看见一只虫子从我眼前轻轻亮过，直觉告诉我那是须。他不是说好就是你房间不能放虫虫？我的大脑渐渐地不听使唤，我使出浑身的力气抵抗玛瑙的身体，但他是纹不动的，一点都没受影响，粗暴地绞着我的脖子。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此时一种很奇怪的声音传到耳朵里，大脑已经神志不清，眼睛也逐渐朦胧。给我，死我，死我！殺され。意识逐渐远去，没了吧？不行，不行，再这样下去会被杀，不行！哇，竟然还在想着不能让他杀人，不能把他的手弄脏，这种事。我的什么？啊，一定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仿佛要被吸到别处之时，意识一点一点的远离了我的身体。就在此时，屋里突然闯进一个非常强烈的气息。玛瑙手上的力道突然缓和了下来，空气一下子跑进身体，我剧烈的咳嗽了起来，脖子从我手从我脖子处离开了。玛瑙回头看着虚，那副表情没有任何的焦点，好像灵魂出窍一样，一点生气都没有。王女士，大丈夫でございますか？虚朝我这边接近，玛瑙茫然的看着这番光景，慢腾腾的走了过来。待て！跟他说话时，玛瑙突然停下动作，但是什么都没说，也没回头，只是抬脚走了出去。我看着那悠闲的背影和姿态，明确的感觉到这不是玛瑙，但是那个声音，玛瑙。いいのですか？这里应该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加一句，就是这样可以吗？就是这样放他走可以吗的意思。虚看着我没有要追的意思，困惑的问我。我搂着被他勒紧过的脖子，简单的回应了一下，喉咙感觉很不舒服。为了消去那种不适感，我缓慢的搂着脖子，然后去见离开屋的玛瑙。刚才无论如何也没看到想要杀了我的人的样子，也没有要逃走，只是摇摇晃晃的横过屋子，那种样子简直是个梦游者。梦游者，是啊，或许就是这样的，或许就是在发行期，现在白欧和桂风丸都不在身边，心里肯定会被不安压力压得越来越重，或许就是必须要杀的强迫观念所驱使，我已经不清楚他真实的心意到底有没有反映出来。王女様、大丈夫ですか？比以前更加怯懦的样子，去观察着我的脸色说道，是因为刚才说了吗？不想再和我呼吸，不想再呼吸一样的空气吗？虽然之前说了那么过分的话而感到后悔，但这种事我是不可能对徐说的。大事ないわ。思ったよりも、うつろが素早かったから。又来了，喉咙中这种异物感。哎呀，他这样羞涩的样子还蛮可爱的。他说出来这股强劲的力量，玛瑙怎么会有这么强劲的力量？よかったです。お助けできて。何を赤い顔しているの？気持ち悪いわね。すみませんです。嬉しくてついつい。うるさい。刚说他吵，他马上就闭紧了嘴巴。果然太忠犬了，叹息声露了出来。
啊，真烦，又开始烦躁了。しかし、私の部屋に勝手に監視の虫を入れているとは、いい度胸よね。之前可能没有就是接触到这个线，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没有触发这件事。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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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何を言っているのかわからないから、話すときはきちんと口を開きなさい。それはどうしても王女様が心配で。お粗末な言い訳ね。もっと面白いことは言えないのかしら。面白いこと。あなたといるとイライラするし本当につまらないのよ。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イライラしましたら いくらでもうつろめを殴ってくださいまし。想着他到底在说什么，禁不住皱起眉头。存个蛋啊，这又有新的选项。这边呢，我们其实已经玩到一个可以选到结局的地方了。我看一下，应该是这样没错。没有，还没，可是快了。那我们先照着攻略的说吧。这里呢，就是踩踏，对，踩踏，不啰嗦，就是踩踏。虚说的事情根本就无法预测，我狠狠踩向了虚。もっと、もっと踏みにじってくださって、結構でございます。気持ち悪い。我看着虚樱桃醉而通红的脸颊，真的感到不舒服，然后把脚移开了。王女様。寄らないで、気持ち悪いから。我明显故意说出口，虚机灵一下，发出了如动物般的声音，还这么开心。もしかしてあなた、こうしてひどくされることが好きで、門番の時にも自らいじめられているの？え？そういうわけでは。那个偶爷还蛮可爱的。说到这，我刚好想起他当门卫时，可我刚说这话题，虚就无精打采的拢下肩，身体卷缩了起来。这个高挑细长的男人，那样把身体缩成一小圈，真是令人不忍看的惨象。どういうわけなの？终于要谈心了，なぜかああなってしまうだけで、それに門番も特にうつろは そのしたいわけでは。何が言いたいのかわからないわ。つまり勝手にいじめられた上、したくもない門番をさせら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弱弱的、无时无刻、语无伦次的虚、被谁强迫着、每时每刻都对着人点头哈腰。本当は、うつろは、門番では、ありませんので。哦，虚真的除了就是，跟黄树在那边闹事那一段之外，他还是依旧是三个人里面最对我胃口的，看起来很可爱。虫飼いだから。はい。皆様、お忙しいようで、門番のお仕事をうつろにしろと。谈不上吃惊，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虚这时更加不安地颤抖着嘴唇。では今すぐ
その本物の門番のところへ連れて行きなさい。就是他们看他们啊，不小心讲脏话，他们国家的门卫霸凌他，然后逼他去做，就是根本就不是他的工作，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え？聞こえなかったの？あなたをいじめ、仕事を押し付けた門番のところへ、私を連れて行きなさいと言っているのよ。哦，好窝心哦，终于有稍微甜一点的剧情了。でも王女様をそんなあがるあああああ好可愛終於有甜的劇情了請把我甜的不要不要的我一口結果是踩他我還以為是走過去拉住他的手然後就是捏捏他的嘴結果竟然是用腳踩他然后不知为什么，虚苦闷着，去你干嘛？啊，好烦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真的很烦躁。哦，终于有一路是甜的了，好甜呐、啊！私の言うことが聞けないのね、うつろ。いや、そんな、めそうもない。私はただ、王女様に。失礼かと私が連れて行けと言っているのそれを断る方がよほど失礼だと私は思うわそれにお前は私よりも門番の仕事の方を優先しているそれは あのあなたが私を一人にしたせいで危うく私は殺されるところだったというのにその間あなたはノーノーと門番をしていたのよ。私は馬鹿にされているとしか思えないわ。不想和他呼吸同一片空气。想起来当初是要赶走这个男人的，但是当说出门卫时的这个男人，心里想着他的那种辩解，为什么他总是做一些我讨厌的言行？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会陷入自我厌恶之中。然后我就先起身走出房间了。王女様。あなたが案内しないというのなら、私一人で向かうことにするわ。お許しください。私が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ので。虚苍狼的几步冲到我面前，为我带路，果然相当的焦躁。我们到了天界的门口，恐怕是当门卫很麻烦。那里站着两个神色倦怠的雄风，他们大大的打了哈欠，然后卷动着僵硬的脖子。我们直直的靠近那里，在相当接近的距离的时候，那些门卫终于注意到了我们。喂，那个。我是虚吗？什么？明明已经不管工作了，现在要悠悠然然走过来。你带谁来了？因为我走虚的身后，所以没注意到吗？那些门卫一看到我，马上就语塞了。あの、申し訳ありません。这是不是一个带着老师来告密的？告密的概念啊，可是之后虚都会一直待在辉夜身边啊，所以应该是不会越弄越糟了，我觉得。うつろ、謝る必要などないわ。だって、あなたの仕事は門番ではないのでしょ。はい。辉夜王女陛下，出了什么事吗？居然在这种地方，我瞪着那两个。凌乱不堪的门卫，两人的表情马上就冻结。この虫飼いには私の世話を命じていたの。それなのに門番の仕事があるからと私の命令を放り出したのだけど、どういうことかしら。今後この国では虫飼いが門番も兼任することにでも決まりが変わってしまったの。そしてそのためならば王女の命も関係ないと。那是女王様がそうお決めになったのなら仕方がないけれど、私はそのようなことは聞いていないわ。
なんとか答えなさい。ことの次第を正直に説明するのよ。でなきゃ、アゴラで裁きを受けてもらう。何を許せばいいの？あなたたちがこの罪もない虚ろをいじめ、仕事を押し付けていたことを私が許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那个，终于这个游戏终于有稍微甜一点的地方滋润我的心灵了。现在虚的表情，好可爱啊！对了，是这个男人说他想当门卫的。啊，喂。あら、そうだったの？うつろ。え？その。让他再沉浸一下那个刚那个甜甜的氛围好吗？这是的臭门卫，是这样吧？旭，你说过的吧？你说你想帮我们的，是吧？是这样的吧？啊，好烦躁，大家都想让我感到烦躁。眼前这个心灵丑陋并且拼命找借口的男人，还有这个很没出息、什么反驳也没有的旭，大家全部都让我神经混乱起来。始末のさ。这样就对了，没有错。对，杀了他们。一听到我淡然说出这句话后，在场无法理解般的安静了下来，四周静得仿佛时间都静止了。我紧紧盯着虚，然后转身冰冷的看着门卫。哇，这段真是太甜了，而且时间差不多，不行，我要把这段玩完。聞こえないの？うつろ。虚言癖のこの門番を始末なさいと言ったの。は？は？请原谅我们，我们全部都承认。ああ、耳障りだわ。うつろ、お前を苦しめてきたこの男を殺すのよ。処罰する権限を私があなたに与える。お前、私が。门卫们猛一下的往后退，王女陛下，我们不会再做坏事了，一定会好好工作，请原谅我们。另一个门卫已经伏在地上对我行跪礼，啊，真是，这应该要是刺眼啦，就是毕竟他是跪下，然后女主才觉得不舒服。从此满从我身边的虚的身体上纷纷掉了下来，从此满从。战战兢兢不停颤抖的身体上掉了下来，嗡嗡地飞向准备施行的门卫们。うつろ、やはりもういいわ。この者たちを殺したとて、あなたの手が汚れるだけ。哇，回来算账的辉夜真的好帅哦。私は今後一切誰かが虐げられるような事態を許さない。よく覚えておくことね。二度目はないわ。说完，我纵身而去。王女様。哇，我好喜欢虚的设定、例会还有衣服。哇，他整套我都很喜欢。虽然是有点痴汉啦，但是怎么办？我好像有点太喜欢他了。虚慌张的追上我，然后地面爬的虫子们也一起开始行动。我一晃看了一下身后的门卫，他们瞬间放松的神态。我并不是真的要杀他们，但也不是没有这种想法。犯了错就要惩罚，这是必须要有的姿态，绝不能忽视。要让这个国家，让这个子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我认为我有这样的使命。好酥哦，黑夜真的。王女様、もしかしてうつろめのためでございますか？终于有一点恋爱的酸臭味了，这才是乙女 game 嘛。私は私の信念に沿わないものが許せないだけ。我傲慢的说完，然后加快了脚步。お前も私の信念に従いなさい。これからは私の命だけを聞き、私以外の存在に貸し付くことを許さないわ。
分かったなら返事をなさい。私は愚鈍な男が大嫌いよ。はい、はい、王女様。私は虚ろには王女様だけでございます。王女様が全てでございます。うるさい。阿天呐，薛听了我的话，又捂住了嘴巴。总觉得我心中还残留着还没消化干净的感情。我决定先回房间好好休息一下。第二天，我独自闷在屋里，对将来的设想没有一点头绪。一个人待在屋里，昨晚玛瑙的事在我的脑子里来来回回乱撞。我离开屋子，准备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当我路过中庭时，感觉到有谁在那，不知不觉停下了脚步。站在那的是昨晚要暗杀我的玛瑙，是玛瑙本人。脑子里想的全是他的事，原本打算就这样直接离开房间，但反倒因为自己的多事而陷入了困境。我站在原地看着他，只见他微微眯起的眼睛，抚摸着手上娇艳盛开的花朵。微风轻柔着吹着他的头发，那个样子仿佛就像是一幅画，非常的美丽。以前大家都赞赏着他的慈爱，他率直谦逊，大家也都理所当然的爱慕着他。而我，慢慢地被风引导似的玛瑙朝这望了过来。啊，かぐや。没有什么的表情，他好像心不在焉的望着别处，叫着我的名字，叫着我名字的唇，让我想到不太好的事。我使劲的咽了一口口水，不过被他发现也没办法，我依旧缓慢的步子走向他，然后就为了迎合我的动作试着，玛瑙的视线回到了面前的花朵，他轻飘飘地指尖爱抚着花瓣。当我到了他身边的同一时刻，他粉色的唇瓣又说话了。ねえ、このお花、綺麗でしょ？ようやっと咲いたのよ。我觉得灰叶、啊、可能是风的关系啊。对，他们是风啊，他们不是人，有点百合倾向也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只是他们的就是本分是要生小孩，就是。玛瑙是悲伤的微笑着说着这样的话，我已经懒得去想那是否是真意，并没有回答他。ねえ、昨夜のこと。不由得就一下把一直徘徊在大脑里的事说了出来，但一说完我就后悔了。玛瑙只是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我。昨夜、どうしたの？果然不是他，真的不是他，真的什么都知道吗？那样的表情，那我的想法算是猜中了吗？精神逼迫出现的梦游姿态，这是巧合，还是说想扰乱我的思维？是的，白欧说过会好好保护好玛瑙、汉贵风丸以及得到母亲的庇护，或许和这个事情有什么关联？难道母亲命令玛瑙的命令他暗杀我？我紧紧窥视他那眼睛，想看清他的真心，但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流露出感情。明明以前这么盯着他的话，我大概就能明白他的想法。好，各位，因为我玩的实在是太尽兴了，我完全就是忘记刚刚说好，虚的那个剧情到那个段落就差不多了。我们时间已经超过四分钟了，那这集就先这样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角色呢？我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说不定之后另外两个角色去玩他们的线，他们也可以就是跟女主角稍微有一点就是恋爱的感觉，对吧？那就之后再看看啦，就是没有玩完也不知道他们的多面性嘛，说不定只是还没有看到他们特别讨人喜欢的那一面而已。没错，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我们下次见，拜拜。